你还挺用心的。 这破玩意热死了！郑楚耀，怎么会是你啊？不然你以为是谁啊？真的穷啊！那你这身衣服哪儿来的？你别管，本少爷要换衣服了。哎，你怎么耍流氓啊？哎呀！校长，校长，朱学长，我会去找你的。是啊，你特别忘记了。记得回来啊！要想我，要常回来啊！该出发了。 再等一下吧，如果赶不上这班飞机，你的入学资格就要被自动取消了。走吧。好。这么快就要走了？校长，校长，拜拜。校长，校长，我有件事想跟你说。什么事啊？我想了很久，还是觉得应该把这件事情告诉你。是我逼林星辰把自己的身世说出来的。 对不起，因为我以为这样你就会离开林星辰，是我太自私了。但是我要说的不是这个，那天是有人把这些资料放到我的储物柜里的。你是说幕后还有人？对，我觉得他很有可能会对林星辰不利。今天你有看到林星辰吗？ 小姐啊，现在这里只剩下你跟我俩。
救我吧，我也不知道这是哪儿。主要在一起，妈就放心了。你好好玩，假期愉快啊！这哪算什么假期啊？喂，喂，喂！既然伯母都说什么假期了，那我们就好好玩嘛，你别管那么多了。谁要跟你玩啊？不要这样嘛！人生就是要用微笑来面对一切未知啊！来，过来。哇！你干嘛拿我手机拍照？会传到云端的。你给我就行了。过来。讨厌，给我。给我。什么云端？你快点给我呀！我就不给你怎么样。我在林星辰的手机里装了追踪定位系统，根据显示，他现在在滨海市。滨海市。他去滨海市干什么？好像跟郑楚耀在一起。现在是我要对刀立集团发动最后一击的关键时刻。要是他真的和那个姓郑的小子好上的话，这对我的计划会大为不利。放心，我这就去找他们。如果新娘没有了，一段婚姻还能剩下什么？先生，一间豪华套房。对，等一下，麻烦给我最顶级的那间，谢谢。哎，等一下，我要退房。好，要两间，麻烦了。小姐啊，最顶级的那间呢，已经有两间书房、三间卧室了，还不够用啊？谁要跟你住一间啊？鬼知道你有什么想法。拜托，我郑楚耀是那种人吗？啊？郑楚耀。你是不是不舍得花钱呢？两间，谢谢。哦，还有，我看酒柜上面有两个小黑马。